算什么？有本事打一局啊！你要输了，拜我为师。可以啊，那你说你拜我为师吧。行，没问题。还没进球啊！没拉回来，这该我看你怎么打。 去倒杯半次塔过来。你打几年球，你来这里踢馆？赢了，我把电送给你。哦。 现在电扇是我的了吗？